队友们，我手里拿的不是瓜子两片，而是路亚人最后的尊严。如果你拿这个都撸不到鱼的话，干脆弃坑算了。我们可以在任意的城市河道都可以钓到这个餐条，但是我们还要选择一下合适的点，比如说我们要钓水清一点的，还有呢时间上傍晚和清晨它会更好钓一些，这样保证你可以不恐惧。最后的尊严啊，所以有餐条的地方就可以遇到瓜子两片。